鹿港南市社区伫个社区内种植的波斯菊花海已经大开，红色、白色甲粉红色的波斯菊伫个风中咧摇，互规个社区是变了非常的美丽。真侪民众经过，拢会停落来欣赏甲翕相。这一大片的波斯菊花海，看起来是非常的美丽，让人忍不住停落来欣赏。为了营造美丽的生活环境，鹿港南市社区当年拢伫社区种植波斯菊花海。那到开花时阵，规个社区就变了非常的水，吸引真侪人来观赏。阮南市社区吼，后壁这片的这个花海吼，是较在理事长啊，伊每一年伫第二期诶挂掉啊了的时阵所压出来吼，啊伫这个时阵就是十二月尾。到这个差不多，咱农历迄个正月前吼，会足会开甲真水。尤其这个时阵，拄拄好这两天落雨啊，你看后壁这海这花这么水嘞。我希望讲各位吼，如果利用这元旦的时阵吼，啊，私家带眷来遮参观这花海以外嘞，你会当去后壁这栋这个高厝内底，有时农村文物馆会当带囡仔，互了解讲咱较早。咱先民咧耕种的一挂器具。总干事指出，今年花海栽种的面积虽然有比往年搁较少，但是同款是真水，欢迎大家有闲就下当来南市社区行行看看咧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